不管是每天瘦不够的氧气少女，还是每天撞不完的犬系男神，身材永远是个说不完的话题。而不能今日话题，吃什么又瘦又有肉？鸡蛋。总有人跟你说，一个鸡蛋赛过半个苹果或者半杯牛奶。看看一枚鸡蛋营养的含量表，你就知道人家是货真量实。鸡胸肉，水煮鸡胸吃久了可能会怀疑人生，但高蛋白和低脂肪的优点足以让它成为健身饮食的 top one。 鱼肉，虽然同重量下蛋白没有鸡胸肉高，但人家脂肪也低，关键是由于鸡纤维比较短，所以吸收比较快。当然了，此处特指鳕鱼、三文鱼、罗非鱼之类的。瘦牛肉，优点是肌氨酸、肉毒碱和铁含量比其他肉高很多，唯一的缺点就是价格高一点。牛油果，每100克牛油果含钾量是香蕉的135%，糖分却只有香蕉的1/5，每单位纤维含量是苹果的1倍，热量只有苹果的1/25。除了贵，这个健身神器还真没什么缺点。燕麦和红薯，饱腹感强，含糖量低，是健身人士首选碳水化合物。蛋白粉，顾名思义就是把蛋白质提炼出来做成的粉剂，比疯狂补充各类肉来得更简单，且不那么反胃一些。野兽能量棒，不是那种一根胖一斤的谷物棒，野兽能量棒里的碳水是天然食材的，蛋白是人体可吸收的乳清蛋白，抗饿又美味。而我的个人最喜欢巧克力味的。小伙伴们，你的好身材保持秘诀是什么呢？留言评论吧。